所谓风雨，从不会畏惧。演习战场准备完毕，按计划执行。是，报告走。报告班长，我发现楼外面有一个楼梯可以直达楼顶，我申请分两队开始救援，一队从五楼往下走，一队从三楼往下走，这样效果更好。同意。等等，什么？屏蔽信号。是。加大烟雾浓度。是。报告班长，四楼发现被困人员，现在开始营救。报告班长，烟雾浓度突然增大，请求下一步指示。班长，班长，刘鹏，哎，刘鹏，完全看不见了。班长，烟雾突然增大，请求指示。班长，信号已经传递了。知道，司长。
船的重量竟然翻倍了，跟着我走。什么难度啊？注意脚单腿。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就这样。你确定？你再找找。好。哎，怎么了？红娘，叔叔，这儿啊！红娘，这儿啊！队长，这海你们听不见啊？肯定是队长把信号给屏蔽了。屏蔽了。啊！你们俩现在上去找王太杰和牛猛，我把被困人员送出去。好，好。李西城，你的队友呢？报告，马上就出来了。什么叫马上？把他们给我带出来。是。同志们，这一次的成绩很明显的，啊，李西城虽然在规定的时间内救出了被困人员，但是比钢铁般晚出来了十分钟，更不要说后来出来的人了。同志们，我要提醒大家，蓝焰特勤是一个集体，他不需要弱者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天乐啊，帮我个忙，什么事这么急啊？我们这次烂尾楼演习的视频你存档了没有？存了呀，给我看看。啊，也没什么特别的呀。哥，你看什么呢？这次我们救援救到一半啊，对讲机突然不能用了，但他们足足比我们快了十分钟，十分钟了，不能用对讲机十分钟，你觉得有可能吗？天乐，哎，签字。哎，好。哎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啊，好。哎，等会儿，你等会儿去啊。嗯，姐，这是你包，那个，然后路上车多，注意安全，回去慢点。谢谢啊，啊，再见。哎，再见。这谁啊？问你话呢，这谁啊？啊，这是我们队里的心理医生，叫许曼。哦。哎，婷乐啊，你是不是喜欢人家？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一般回答怎么可能的人啊，都表示他喜欢人家。没事儿，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啊，你就跟我说。哥还是比较有经验的，好吧？
暂时不需要啊。哦，行，那你把这个视频拷下来给我一份，我回家看吧。好。你就继续沉浸在刚刚的感觉里吧，我走了，谢谢啊。嗯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看到这幅照片了吗？这都是我们在一次泥石流救援时拍下来的。这泥石流呢，就是携带大量的泥沙的洪流，长时间的降雨呢，就很可能会发生泥石流。泥石流啊，来势凶猛，而且经常伴随着山体崩塌，破坏力很大。这个呢，是非常非常危险的。如果小朋友们在户外突然遭遇到泥石流，应该怎么办呢？嗯，那怎么办？这里呢，哥哥教你们一些办法。辛苦了。自从有了你们的推广，报名我们蓝天救援队的人是越来越多了。杨哥，你别这么说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避开河道，而且这不也是我摄影工作室的一部分吗？是。哦，对了，上次活动的照片我给洗出来了，给您看一下。您看行不行，杨哥？越高越好，只有这样呢，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。第三点。如果实在是来不及奔跑的时候，珍珍，像你这样吃苦耐劳的女孩现在可不多了。对了，下午5点社区有一个宣传活动，我想请你作为代表去给社区的老百姓讲一讲，你有时间吗？今天5点啊。顺着泥石流的方向，因为啊，这都是很危险。杨哥，我还得谢谢你提醒我，我今天5点有点事儿。要不下次我一定参加。选择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？那我可能得先走了。那接下来呢？谢谢杨哥。这幅照片啊，来，拜拜。好，再见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当时在发生地震的时候啊，这里。丫头啊，这么晚折腾你啊，真是辛苦了。没事儿。我这儿啊，自己就可以了。啊，慢点。啊。那不行。哎。人家医生都嘱咐过了，就算是做检查。也得有个家属陪同才行。您累了吧，我去给您拿点橘子。好，好。来来，坐坐。启恒啊，现在有你陪着，我就放心了。伯父。谢谢。你想多了，人家根本就没正眼看过我。啊？启恒心里头啊，有你，我看得出来。真的？真的。这孩子表面上冷性冷性的，其实心里啊，柔弱得很。当年我女儿，当年我女儿去世，其实根本不怪她，这都是命。但是，启恒心里愧疚了很多年，我看在眼里的。叔叔啊。真心希望你们能够在一起，但是你知道消防员家属的苦，可不是一般人能想象到的。它不仅仅是婚姻那么简单。伯父，背了木头，什么样的苦我都能吃。嗯，这个我相信。可是你想过没有啊？以后你生病了，可能没人陪你。你遇到开心的事儿呢，可能没有人分享。你要一个人上班、下班，一个人过节，甚至你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他可能正在拯救别的家庭。真真呢？你要想好了，这可能就是你以后的日子。您说的这些我都想到了。
伯父，我心里有数。好，好，启恒真是有福气呀！你也拿着吃啊，你也拿着吃。谁这么晚啊？小领导，好久不见。你来干什么？啊，张姐想你了，特意让我给你带来了这个水饺，还有海鲜粥。进来吧。不是吧？你吃泡面啊？你到底有什么事儿？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想让你帮我一下。这个，这是停电了还是跳闸了？停电了。停电了！哎呦，怎么这个时候停电了呢？哎呦，这到底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就是我想让你帮我看的那个东西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们一直在用绳语在交流？嗯，是的，这种营救方式在各教科书上提到过，没想到他们运用到了实际操作上。哦，拉一下，就证明发现了被困人员。拉两下就证明有意外情况发生，有点意思啊。这钢铁般果然不一样啊，好好学着吧。这王一山还真是有两把刷子。我不管他王一山有几把刷子啊，反正我觉得我不比他差。你觉得呢？我想的很重要吗？重要啊，不对，非常重要。于冰啊，你都睡了呀？啊？妈，阿姨，您回来了。吓死我了！干嘛呢？连灯都不开呀？停电了。啊？停电了？嗯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想让温教官帮我分析分析。分析分析？啊？那明天不能分析了，非得等停电了分析啊？妈。他来的时候还没停电呢。再说你这么晚来干嘛呀？又跟赵叔吵架了？哎呀，嗨，你要不说我还不生气呢。你爸太讨厌了，哎，离婚。哎，又离婚啊？气死我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气死我了。那行，那你住我这儿。啊？那正好停电了，早点睡吧。我睡了。哎。死丫头，魏冰，你爸，哎，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，你爸丢不了啊。检查都做了吗？做了，都做了。要是等你啊，这黄花菜都凉喽。真真呐，真是个好姑娘。哦，对了，她让我呀，把这个交给你。嗯，真漂亮。嗯，她有没有跟你说什么？说倒是没说什么，不过依我看呢。你小子可千万别错过这个好姑娘啊。
想什么呢？爸，你就别管这么多了，把你身体养好才是最重要的。你这小子，好啊好啊，你们的事儿你们自己决定。我要睡会儿了。数据库还没有录入完整，我还得继续完善，估计下周才能给你。辛苦了，稍后我把下一批心理研究图像发给你。哎，不用不用那么累。哥，哇，你们俩一起回来的啊？这是我西城哥。啊，你好，我是队里的心理辅导员，我叫许曼。啊，我听天乐提起过你。哎哥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天乐，我等你等到花儿都谢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昨天晚上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比我快10分钟。为什么呀？你先别管为什么，我今天找你来啊，是想让你帮我做一套通讯设备。哥，我这边还有事没忙完，你等一会儿好不好？要不这样，你和你朋友先忙，我过会儿再来找你研究。不用，哥，我这边现在正在研究一个软件，然后你那个你别那什么，搞个研究，你等我忙完之后，我再去给你做那个好不好？哎，你什么研究比我的事情还重要啊？啊，我和天乐正在研究一个大数据的心理探测系统。虽然现在只是雏形阶段，但未来它真的有可能可以精准地探测出每个人的心理特征。精准地探测出每个人的心理特征啊，靠谱吗？靠谱啊，当然靠谱了。哦，那不然你们拿我当试验品试验试验吧。如果连我这关都过不了，你就赶快做我的那个什么通信设备。哥，你别添乱了行不行？哎，可以啊。曼姐，不合适吧？正好让他做一下试验，也让我们的同事给我们提提意见嘛。哦，准备准备。好。哎，不是不是，我就那么随口一说。这。天乐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开始。哎呀，这什么意思你？我答了半天呢。所谓大数据心理学，其实是在测谎仪的基础上，通过记录你微表情的数据来分析你的心理特征。答卷子只是为了暴露你微表情的一个工具，结果是什么根本没有那么重要。微表情？你拍电影呢？来看看你的结果。怎么样？是不是说我风流倜傥，天下无双？根据报告显示，在你回答问题的过程当中，眨眼的频率高达154次，平均每分钟30次以上，同时还伴有高频率的舔嘴唇、用手指敲打桌面等小动作。哦，那所以呢？这都暴露了你80%的情绪都是焦躁不安，间接转化为不屑一顾。这证明你的内心非常缺乏安全感，不排除有一定的焦虑倾向。这应该和你童年的时候缺少至亲的陪伴有一定的关系吧？不可能，我和他认识15年了，他没安全感。别逗了，曼姐。天乐，我觉得你啊，就别再做这个东西了啊，太不靠谱了，还不如赶快做做我那个通讯设备。不过确实啊，这数据在雏形阶段，可能我们拿到的也是错误的。你看，都是错的。哎，我走了，太不靠谱了，真是。
到的数据没问题？当然没问题。公众场合，能不能别扰民？你不知道我这帮二货兄弟在直播呢，简直二到家了。你那帮兄弟就是一帮游手好闲、不务正业的社会败类，我告诉你，他们就是闲得慌。妈的，对，就是闲的。你说没事搞什么死亡直播呀？哎，不过就是博眼球罢了，脑子都进水了都。什么死亡直播？嗨，就是寻求刺激呗。哎，你看，公司那几个人。现场直播捅马蜂窝，马上就开始了。今天的精彩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抓紧时间。来来来，飞机大炮刷一波啊！精彩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。老铁们，兄弟们今天豁出去了啊！看看这是什么，马蜂窝啊！今天啊，咱们就看看谁跑得快。有病吧？给大家来个刺激的。他们这是在玩命啊！哎，你快打电话制止他们。我太了解这帮二货了，制止他爹妈也制止不了。哎，行了，别管了，看着玩就行了。你还看着玩？你们这都什么心态啊？爹妈给的命是拿着玩的吗？不是，你凶我干嘛呀？又不是我在直播，又不是我在玩命，我可没这胆儿。你现在打电话给他们，搞清楚直播的地址。真真，你这怎么又多管闲事啊？我没多管闲事，打电话。打呀！啊，打打打打打！你好，我要报警，有几个年轻人在聚龙街16号的后院里面搞直播，他们要捅马蜂窝，我怀疑会有生命安全问题。我是蓝天救援队的贺真真，现在赶往现场，请求支援。不是真真，你还真要去啊？你目测什么呀？快点！哎，老铁们，快点赞啊！真人表演被马蜂围攻啊！幸亏我俩跑得快，要不我们两个也跟小六子一样，要被蛰成猪头了。待会儿到了现场，冯哲负责处理马蜂，叔叔、牛猛负责跟我进去救人。是是是。现在这帮年轻人啊，直播什么不好？捅马蜂窝，真搞不懂。报警的人说是真真姐，她也去现场了。行了，待会儿都保护好自己，穿防风服吧。嗯。真真，你别过去了，这太危险了。行了，你就别废话了，脱衣服。给我。牛够虎的，哎，有好戏看了啊！花木兰替男友冲锋陷阵，男友躲在车里无动于衷。这男朋友可真怂啊！你快起来，起来！
来，快看，英雄救美。没事吧？哎，这边。我现场去采访一下那女的，被消防员抱着是什么感受？走，我们快过去。走。没有。哎，这儿被车了，得去医院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不就是手吗？我没弄到脸，怎么？怕我嫁不出去啊？不是，我是怕你受伤。哇，英雄救美！哎，你们两个，手机收起来，别录了。快快快，点赞，老铁们！推我干嘛？我直播呢。直播，直播！你刷我手机干嘛？你们俩凭什么呀？凭什么拿别人的命去娱乐呀？我告诉你们。小伙子要是出了什么问题，你们就等着坐牢吧。还不滚！老吴，这怎么弄？你把它捏上不就完了吗？哎，各位，我有个提议啊。今年的中秋月饼啊，咱们得包出点消防队员的风采啊。明白，站长。我一会儿啊，就把您的脸刻在这月饼皮上。你别扯了。这样啊，咱们每人20个，谁最后一个呢？全楼卫生，打扫1星期。哎，这太轻了，这太轻了。加练10组，400米物资输送。哇，行。吴战，您还是别说了，您要再说下去啊，咱们师员的帕金森就确诊喽。哎呀，一边去。吴战，哎，一会儿做完月饼，我想请个假。这不中秋节嘛，正好也放假，我想回去陪陪家人。也行，你这几年中秋节都没在家过，早点回去吧，这儿有我们呢。别呀，站长，人一兵是不是回去见家人还两说呢，说不定是见以前的老部下呢，是不是，兄弟们？哎，你说他们要是见了面会怎么说呀？肯定会说，小领导你怎么才来，人家都等着急了。行了，我的玩笑你们都敢开。吴战，我先走了。好，去吧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拜拜！拜拜，中秋节快乐！中秋节快乐！帮我拿一个袋子。好。小姐姐，你这哪是过中秋节啊，这都赶上春节的架势了。一共375。谢谢。慢走，欢迎下次光临。我跟你说啊，站长，今天绝对是好菜。啥情况啊？这是？我跟你说，哎，我胖了，你看着吧。哎，哎，站长，
今天为什么非要让我们穿常服啊？一会儿再告诉你们啊，现在全体都有听我口令，立正，向外看齐，向前看。同志们，今天是中秋节，没忘吧？没有。你们都有好几年没有回家过节了，想家吧？想想。每逢佳节倍思亲，咱们今年啊，过一个特殊的、不一样的中秋节。这样，我呢，每个人给你们录一段，你们把你们自己最想对家里说的话，都说出来。哎呀，收着口，多好意思！是啊，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来，大俊，从你开始。啊，来，开始。啊，妈，那个，这不是过节了吗？我也有好几年没回家了，想跟您说几句话。嗯，您注意身体。按时吃药啊。其实我今天下午给妹妹打电话了，知道您挺好的，我也很好，非常好。您儿媳妇儿、孙女都非常好，非常非常的好，您放心啊。我想说啥呢，就是您呢别老这么省着，该买点啥买点啥，想吃点啥吃点啥啊。吴战，说完了。雪儿，啊，到了。嗯。妈，我干消防已经干了6年了，但我还记得第一天我离开家的时候，你要送我，我硬是没让你送，因为我怕我舍不得你。今天已经是在消防这边的第6个中秋节了，每年中秋节你都问我，说能不能回来，但我们每年中秋都战备。儿子想在这儿跟你说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没事儿。进火场我也没事儿，平时训练我也没事儿。儿子好着呢，妈你照顾好自己。好，好了，站长。建祥。妈，其实我特别想跟您说一件事儿，就是我每次给你买化妆品，你都说不用了，说妈老了，用不上了。我知道，你是怕我乱花钱，怕我没钱花。但是儿子想告诉你，现在儿子长大了，能赚钱。儿子想表达一下对你的孝心，还有，您在儿子心目中永远不老，永远都是最年轻、最漂亮的妈妈。妈妈，我爱你。吴斌，爸妈，每次过中秋节，都是您二老自己在家过。还记得那次出警，姥爷去世了，我没能回去，是儿子不孝。妈，妈，儿子对不起你们，可能这辈子我没办法做一个好儿子，但儿子一定会做一个好好为人民服务的消防员。爸，妈，我爱你们，永远爱你们。全体都有。李正，向后转。
乐乐，哎，还是家里饭好吃吧？嗯，太好吃了。这可是你爸最拿手的，都是你喜欢吃的。哎，你难得回一趟家，一会儿啊，替爸干点活，把碗洗了去啊。妈，嗯，洗碗就洗碗呗，我都这么大了，别老叫乐乐了。这孩子多大，在妈眼里也是孩子。对呀，你妈都叫习惯了，喊两句乐乐怎么了？啊，别那么多事儿。哎，我回来了。姐，你回来了。嗯，今天不过节吗？我买了些月饼啊、茶叶什么的。拿这么多东西来呀？快接一下，你还坐着。没事没事，都是些小点心什么的，都是天乐喜欢吃的。谢谢姐。你们吃过了是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去给你炒两个菜去，都热着呢。别了，爸爸爸。不是，跟你说把你姐那筷子的碗拿出来，你什么情况你？啊？春光来临，我们相遇。